好吃吗，碧豆？好吃，我想要吃脆脆的。我喜欢吃脆脆的。你们怎么会开始做这个生意的？啊？你们怎么会开始做这个？我们就本来想说假日啊，假日就一间菜啦。所以你是假日才来摆就对了。对对对。平常有在工作。对对对。嗯。假日就闲闲摸单机，就出来摆一下摆一下，有兴趣啦。嗯，很上进。
右边这个是红豆嘛？抹茶，要做抹茶红豆。